生命从此不同，这本册内底都是拢在写这个故事。啊，还有另外叫《家家有本性无奸》，这本册捌看过人也是《家家有本性无奸》。咱普通读册，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对无？但是来到注解时，伊都毋是讲难念的经，讲性无奸。内底拢总有咱台湾三件上届台湾目前都还很难那个，第一。婆媳之间，第二夫妻之间，第三亲子之间，这三项代志，每一个家庭应该加加减减拢会发生哦。婆媳之间、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，这本册内底，拢总是即个师兄师姐，也是伊的亲情，也是伊的长辈，也是伊的下辈，拢会发生即个代志，依着因即个代志。拢予记者写出来，因安怎利用因的智慧来解决因家庭这问题。所以这本册，那咱有看，咱有看啊，我厝边某某两个少年的，两个阿公我不是有安记的，所以咱会当请这本册送予伊，无的确因看了这本册了后，因会改变因的迄款生活方式。无你讲讲啊，这个大家媳妇安怎安怎哦？伊若未拄好，哎，拄好有这个机会，你话那送伊这本册哦，无你讲改变伊的观念。所以这个要做人的贵人嘛，无遐简单啦哦。啊，所以讲这本册。